黑洞洞在，这哪儿是现在这个样子啊？我上次旅游去，天气变了，我他妈的真的。哎呦，我这第一次听天热怎么回事？你这云吧是啥呀？不是云吧，云的话就这样子。他们结过这个地方，我还是想开的。厉害了，打了，现在成汗了，这个里面，哇！简直漂亮！